家好，我是林德燕，欢迎收看《时间密码》。今天是礼拜四，台北股市大涨116点。昨天台北股市大跌了102点啊，外资大卖了216亿，很多人都吓到了啊，甚至于很多老师的分析已经转为看空，报纸上有很多的分析评论也都转为空头。可是林德燕昨天特别提醒你们啊，我说不用担心，这只是短期现象，尤其多头市场的特色，只要遇长黑就是买点。我相信昨天敢这样跟你斩钉截铁做分析的，只有林和燕而已，啊，只有林和燕而已。你看今天是马上大涨116点了，啊，所以经常讲，对你有帮助的节目不用看太多了，真正有路用的，一两个够了啦，啊，避免你混淆掉，啊，混淆了，忽多忽空，反而更麻烦。好，大盘部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。我们现在看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变化。昨天晚上美国、欧洲又继续涨，所以可见得，昨天我们跌了102点，可是你看欧美股市多头嘛是刚刚继续起嘛，啊，可见得全球的多头还是很稳健。既然全球多头很稳健，台北股市不可能独自走空头，这一点啊，这一点你可以放120个心。昨天欧美股市涨，其实涨最多是什么？涨最多是石油的部分。石油昨天一个晚上又大涨2.52美元，哇！石油已经连续两天大涨了。那石油为什么会那么强？昨天我跟大家报告过，伊朗的石油部长要求欧佩克在6月会议前要减产5%，啊，可见得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产生效应了。你看礼拜二晚上的时候，油大涨1.4元，昨天油又大涨2.5元。两天而已，油价涨了快4块钱，啊，有个 KVC 口音。你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，石油公司大涨，有没有？啊，哈利波顿甚至于大涨4.4%。另外，跟石油有关系的绿能股 ，Clean 第一太阳能，啊，这个绿能股昨天也是大涨。Clean 是 LED， 啊，第一太阳能是太阳能公司，这也跟石油有关系。另外，昨天大涨啊的标的里面 ，JP Morgan 发布第一季财报不错，啊，昨天大涨1.86%，带动整个银行股，所以跟财报有直接的关系。也正如我所说的，指数不是重点，美国股市目前重要在哪里？重要是在超级财报的部分，财报数据才是真正的关键。你看昨天发布第一季财报的 Intel 大涨4.26%， Intel 一大涨，啊，这带动整个半导体股，包含美光、新地啊，也发布财报也不错啊，德州仪器啊，这是昨天发布财报的公司，也带动整个产业。所以现阶段的焦点其实不是在指数啦，美国股市的部分也是一样，焦点都在超级财报，数字会决定一家公司的气势，也会吸引市场的买盘。那昨天有另外一组股票很重要。啊，其实也很强的，三 D 列印、三 D 系统，全球最大的三 D 列印两家公司，三 D 系统跟 Stratasys， 昨天涨幅都超过5.86%。啊，昨天三 D 列印股其实涨势是更强的。你知道三 D 列印股这一波的行情，股尼美国股市走大多头，对不对？全球股市都走大多头。你知道三 D 列印股、三 D 系统去年从97美元。跌到剩下26美元，在大多头市场下，三 D 列印股腰斩再腰斩，剩下1/4。哎，最近这几天三 D 列印股开始起来哦。三 D 列印股如果持续在走强的话，那国内的三 D 列印公司会不会被带动？哦，这一点你要注意哦。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，三 D 列印股在大涨的时候，三 D 系统飙到97美元的时候，石威。我们会员从50块做到300块，对50块起啊300块，哦，赚了快6倍，啊，石威现在又回来到100多块钱，几档三 D 列印股，石威、大种，啊，包含神达，因为神达的子公司西尼斯，啊，这些都是承接三 D 系统委外销售的代理商，
所以神达也是3D 锂电股的一个标的之一。另外国内自创 3D 机器的金宝这几家公司，如果美国的 3D 锂电股多头东山再起的时候国内的 3D 锂电族群你要特别注意。刚刚跟大家报告到的那几档股票你可以特别留意。好，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也都很强。昨天我们跌了102点，你看亚洲股市今天还是续强，昨天人家已经不影响了。你看今天韩国又大涨，韩国股市最近一直在飙新高，有没有？韩国股市最近一直在飙新高，日本股市当然就不在话下，对吧？日本股市今天是小涨啊，可是这段期间以来，日本已经涨了很多了。你看贵对股尼一万四千点，起啊20000点，哇塞！5500点呢，5500点的日本股市也是相当的惊人。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，大陆股市大涨2.7%。你知道大陆发布第一季的 GDP， 第一季的 GDP 竟然只剩下7%。最近连续几年来，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每况愈下。当然7%还是很多，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保持那么高。以前最高的时候10%、12%，现在已经开始逐步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那今天发布第一季7%，就挡不住股市的热情，股市继续大涨。上海 A 股今天又大涨2.7%，你看上海 A 股又创新高。所以股票市场重点是热情啊，对国家的认同，对市场的信任啊，对于股市的热情，这三点是很重要的。台湾就是缺少那股热啊，台湾缺少那股热。昨天台北股市大跌102点，我说这是外资搞鬼，外资在搞鬼，因为他先下空单之后，然后再压低台股。昨天外资大卖了216亿，很多人吓到，我还特别跟大家讲，别惊啊，林和燕跌家你别惊，这只是短期现象而已啊，这是短期现象而已。你看昨天很多人开始看空了，那块爆炸就要爆换。今天经济日报怎么讲？你看，这是今天《经济日报》所写的，外资卖超216亿，是4个月来最大，啊，这是野村证券，最多会跌5%，台北股市跌5%，还落500点呢，啊，第三季才会有多头，现在才第二季刚开始而已，就已经喊到第三季才有多头了。你看内容部分，有没有？昨日的卖超可能只是调节台股的开始而已。所以你要看报纸哈，还害死了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对于报纸的分析，你不要太信。看报纸哎，探吉哦，看报纸就能够赢钱哦。大家好野人啦，啊，大家好野人啊。我昨天怎么说？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，跌102点，股王大力光这强，安呐、啊、安呐、啊，连惊。昨天还特别告诉你，教你一个多头市场的特色。多头市场的特色，长黑就是买点，长黑就是买点。什么叫长黑？长黑就是跌超过100点以上。对，你看我昨天晚上传真稿，这是昨天晚上给会员传真稿。昨天跌102点，外资大卖216亿。我说股王强，多头安呐、啊，长黑就是买点，长黑就是买点。是不是再度印证你的分析？是不是再度印证林和燕的分析？果然长黑是买点。昨天大跌102点，外资卖216亿，哪一个老师敢在公开场合跟你预告，隔天马上要大涨的？只有林和燕啊！我的分析没有模棱两可。你们长期看我节目，我在电视上做分析已经20个年头了，已经20年啊！我的分析从来没有模棱两可，我分析从来没有模棱两可。这样对你才有帮助嘛，对不对？否则如果怎样就怎样，如果怎样就怎样，中丢啊，对，那没意义啊，那没意义。我的分析涨就涨，跌就跌，多就多，空就空，对，绝不模棱两可。来，这是铁律啊，多头市场特色，长黑是买点。你看这波多头，对不对？只要一长黑跌102点就是买点，跌113点就是买点。跌257点又是买点，那这段是空头嘛，对不对？
空头遇长红就是空点，你看你反弹上来167点就是空点。我们看最新的图形，这是台北股市从去年啊，去年十月份上来的多头，你仔细看哦，跌120点是买点，85点其实严格来说还不算了，可是接近的了啊，跌85点是不是也是买点？对，这一根跌115点是不是买点？这一根跌98点，差两点呢，意思也到了，是不是买点？这一根跌122点，是不是买点？这个都还没有跌超过，像这个都没有跌超过百点的，哦，这根跌225点，是不是买点？对，这个也没有跌超过百点，在这个115点，是不是买点？昨天102点，是不是买点？这是铁律啊，啊，这是台北股市的铁律，我们印证了20年了，我们印证了20年了，屡试不爽。多头市场的特色，遇长黑就是买点。所谓长黑就是跌超过100点，啊，多头市场的特色，遇长黑就是买点，啊，这是机会教育。分析不是追高杀低，不是忽多忽空，分析是有技巧性的，啊，是经验，是有技巧性的。好，台北股市今天涨了102点，今天最强族群在哪里？今天最强族群，太阳能，啊，因为石油股石油大涨，两天石油涨了快4美元，所以绿能股大涨。哎，绿能股大涨，小心哦，莫欧北庆哦，因为太阳能首季大多数都还是亏钱。你看国内两家最大的太阳能厂，第一家是新日光，新日光去年第三季赔0.24，第四季又赔0.5。第二大茂迪，茂迪去年第三季赔了1.69。第四季又赔了1.13，第一季还是不会有改变，所以太阳能股今天虽然最强，可是太阳能股大多数都是亏钱的公司，只有少数几家啊，像硕和这种上游的啊，导电浆还有机会赚钱，其他大多数都亏钱。那亏钱的股票，你不要因为一时油价涨它涨上来，你就很高兴去乱追，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，如果赔钱，那你是不是要受伤了？对啊，所以卖欧北堆。啊，莫北堆，你看昨天大盘跌102点，昨天生技股最强，今天大盘大涨了，反而生技股最弱，对，反而生技股最弱。如果生技股是最强势的话，在昨天大盘跌它都能够大涨了，今天大盘大涨它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要冲出去嘛？怎么今天是滑铁卢？是不是？所以代表这个行情你不是乱追，你咪看盘面来去哪莫北堆，你是要有计划性的。财报才是真正的关键啊！财报才是真正的关键。你看生技股，我说我们在布局一档最赚钱的生技股，有没有？我们在布局一档最赚钱的生技公司。你看浩鼎，撩四块高给300几，智勤赚1.2块，200几，台维体撩11块，200几，安诚药撩8块嘛，200几。哎，这个探熊嘴。13.9块，所有生技股里面一探熊追，一探熊追，结果股价反正比这些赔那么多、赔那么亏损那么严重的公司还要来得低。我说过，我们买的股票一定都是高获利、高成长、低本益比底部的股票。熊探金的公司，本益比当它最低的时候，底部我们下去买。这档最赚钱的生技股，我们160买的。最赚钱的生技股，本益比11倍，连续3年赚超过10块钱，继续涨。昨天大盘跌102点，继续涨，涨起3%。今天再大涨，178了，178块啊，178块啊。这个啥股票啊？我的会员都知道，我的会员一定知道，外汇完一定知啊。有来参加讲座的也一定知道，啊，你不知道我没法度，因为我不想公开了。人想要走，人家要坐驾，我们不要去干扰人家。我们知道，咱点点啊得的吼。你看我们160买的，到今天18块啊，18块一张1.8万，买10张就18万，才几天时间而已，啊，才几天时间而已，对不对？一天，两天。3天，才4天而已啊，才4天而已，18块啊，
最赚钱的生技股，你不要看它178，本比才12倍而已，还是很低啊，还是很低。尤其最近它正在扩充它的生产线，最近要扩充六条生产线，等这个生产线全部扩充完之后，明年产能还会 double， 还会再倍增一倍。今年的业绩一定会再创新高，因为三月营收已经创历史新高了，同时第一季的营收也创历史新高。这个到时候第一季财报发布出来之后，数字一定会更亮丽。那明年呢？明年还会再倍增，啊，明年还会再倍增。所以我不买股票，我们买的股票，我不做投机生意啦。林和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啊，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我们做事情一步一脚印，我不做投机生意，我也不带会员做投机股。我带会员买的股票，啊，我带会员买的股票，一定都是最赚钱的股票。最赚钱的股票，当它在底部的时候，当它本益比低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赚钱的密码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赚钱的密码。只要你愿意跟我这样做，只要你愿意跟林和彦一起这样做，买最好的公司，当它股价在底部的时候，当它本益比低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大赚，啊，你一定会大赚。你看最赚钱的生技股，再度应验，再度印证我们的做法，啊，再度印证我们的做法是对的，再度印证我们赚钱的密码，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式下去做股票，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大赚的。你看四天时间而已，四天时间而已，已经18块啊，已经18块钱了。这个高频哦，只怕它不下来，下来都还是买。对，你看基手300点，联军大起，东硕大起，滔地大起。你看联军也是底部买啊，50%，滔地也是底部买，有没有？涨到198。65%，你们档档都大赚，是每一次都是高获利底部加低本益比，你们每次都大赚，对不对？东硕，我跟大家讲过，第25到27天高出，哎，真的，是不是下来了？是不是下来了？啊，好乖哦，我告乖啊，我告乖。滔地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是不是底部的股票？是不是最赚钱的公司？在底部低本益比的时候，是不是滔地？是不是大涨？顶礼拜滔地压下来，顶礼拜是大跌。我要告诉你，金买金买，难得的机会。你看，是不是涨停了？147，安尼40%，啊，安尼40%。哎，这个本益比还是只有11倍而已，还是只有11倍而已。我昨天给大家看过，啊，这个周期都在走16天的倍数，这波上来会走31天。我们等31天再来卖啊，等30天再来卖。只要你愿意相信林和彦，愿意认同我们这样的做法，愿意跟我一起做，找最好的股票，当它在底部本益比低的时候，我们只做这种股票。我保证你每家股票一定大赚啊，一定大赚。尤其带你进一定带你出，带进一定带出啊，当然遐股票拢有一段啊。对，滔地多少？40%了，联军50%了，东硕65%了，有没有刚起涨的？有没有？如果刚起涨就不要错过哦。谁刚起涨？注意看，鸿海都在走15天至16天，有没有？这一次第16天上来，我们卖一次。我昨天跟大家谈过，最后时间2日内一定发动，2日内一定发动。哎，今天开始动了哦，94块钱的年限，94块钱的年限，只要一过关，这第16天呢，94块钱的年限只要一破，马上会冲出去，新的公司开始，啊，鸿海刚要开始，鸿海刚要开始，不要错过，还有几档，等一下第二段我们再来谈，299皆大欢喜活动，你是不是已经饿很久？299已经饿很久都没赚到钱，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赚到钱了？299皆大欢喜，给你最低廉的价格，为你做严格把关，啊，带你买最好的股票，在底部的时候，风险最小的时候，让你利润最大。财报是最容易赚钱的时候，利用299皆大欢喜活动，我们一起来吃大餐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吃大餐，
广告总服电话。这段广告秀之后马上回来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轻松致富，简单幸福，来自理财周刊。现在订购一年52期，只要8188，加赠8期加量不加价。详情请洽订购专线02-23926680，02-23926680，或上理周网站查询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。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2913-1333。欢迎回到现场。股票市场赚钱是方法啊，绝对是方法。找寻一个能够让你赚钱的方法，持之以恒，你就是大赢家。我们赚钱的方法，赚钱的密码，找最赚钱的股票，当它在底部，当它本益比低的时候下去做布局，档档一定都能够大赚啊，档档一定都能够大赚。只要你相信我这个方法，你愿意跟我这样做，我保证你档档大赚。不要去省一个便当钱了，赚钱才是重点。那个星期的便当钱，因小失大，对。你看最赚钱的生技股，我连续讲三四天，已经赚18块啊，已经赚18块钱了。联军50%了，对。你省便当钱没意义。东硕65%，你们档档都大赚。抛地40%。你们当然都大赚，但这些股票都已经涨了一波了。最近的重点在什么？在财报。只要财报好数字的，都会吸引买盘。你看今天台骏财报一发布，一开就涨停板，可不可以买？应该可以追啊！从60涨到109了。以我的习惯，我不会再去追了。我要买都是买底部，不是买最高的。底部的刚要开始的，啊，刚要开始，你不要再错过。鸿海，我说两日内反转，今天开始动了哦，第16天到了，年线站上去就会动，啊，鸿海注意，华雅科59天有没有跟大家报告第59天？你看59天到的时候，华雅科59天可以开始买进了，4月9号37.2，买完之后 是马上大涨。继续涨，那是不是10%了？是不是10%了？啊，所以省便当钱没有用。57、59、59进入一个新的循环。今天华尔科是小跌了1.5块，哇，1.5毛了，0.15。可是美光是大涨的哦，啊，美光是大涨的哦，两家公司是同步的，啊，行情是同步的，所以美光继续涨，华尔科会不会带上去？啊，会不会带上去？另外，友达群创，啊，注意哦，我们前一次友达群创赚了60%卖掉。我们再等它压回来，最后2天的反转，最后2天的反转时间，啊，友达群创最好能刚，
最后的买点不要错过，反转一形成又是一个新的攻势的开始。同时，最赚钱的鞋厂在底部，最赚钱的百货也在底部。只要你愿意跟我这样做，保证你档档都会大赚。299皆大欢喜，已经很久没赚到钱了。299皆大欢喜，给你最低的价格，啊，为你把关，带你买最好的股票，让你赚最多。观众服务电话打电进来，最后祝您操作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， 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hold 住属于您的机会，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加一个月赢家日报，只要3288元。更多优惠方案，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02-23926680，02-23926680。装半天了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师傅，还要多久啊？哦，好了啦，这只不用装啦。啊，这只不。